加码冲刺。品尝新竹名美食，民进党主席赖清德假日下乡南投冲刺蔡培慧选情。聚焦南投立委补选，抢下关键这一席，绿营炮火猛攻，曾当过八年县长，才卸任，随即披挂上阵选立委的林明珍。咱是为南投争一口气，但背后有一个真重要的精神，就是追求公平，追求正义，公平正义，每一个家庭，无背景的囡仔才有机会，来讲对不对？对。蔡培慧的支持者还忍不住落泪。加油！好好好林明珍的太太，还有南投县长许淑华、立委马文君都来了。林明珍妇女后援会成立大会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力挺，还预告不少县市首长将接力来。下个星期，包括我们已经安排好，侯友宜市长、卢秀燕市长、蒋万安市长、张善政市长啊，各个立委通通都会到南投来。林明珍连日因儿子黑官争议饱受抨击，被批评南投县府宛如林氏家族，让他咽不下这口气 ，keep 不住破口大骂。干我啊，一个在做馆长尔，他有啥物林氏家族？阿斌是托住伊家人帮忙到处工作，阿无官位，阿无亲属命令，阿无呢，咱南投县这个薪水是安那啥做黑官？连珠炮似的亲上火线反击，距离南投第二选区立委补选倒数14天，蓝绿党主席都南下力挺，激烈交锋。三立新闻吴坤宇、邱瑞安思小组南投报道。